吃饭喽，你们快点呢！老妈做的小鱼锅贴，这管你了。来了来了，好，好香啊！这还有苍蝇。好多年不吃没吃这个了。上几天不咋吃过。啊，那里贴的跟那个不一样。那怎么就不一样了？这个是正儿八经的锅贴。那个是啥？你这是小锅。那坨坨。这是三十年的手艺。阿德老，阿娇，你们吃够了？喵，过去。这个锅贴非常哇塞，哦！我的薯条还有零，啊！你们吃过呀？这是包的。哇，马鱼一转一转的吗？嗯，马鱼一转一转的吗？哇，嗯，我那个还吃点，让你直接抱着跑啊！家里不心疼馋吗？我们都要展展笼笼不就行了？马鱼马鱼呢？啊，一千元。我发现留在门口。改天给他吃吃，还不喊了。喵喵。哎呀，哪个喵的？嗯。谁扔的你？哪里喵跟？今天把车开进来了，昨天那个菜园子给菲菲弄掉了，你看，今天车带人开到屋里来了，那美女的包包子，你看，小笼包嘛，这不是小笼包吧？这不是小笼包，这是大包子，一蒸它就大了，小笼包蒸好了就这么大，是不是？你说我都说的对吗？啊，就是蟹黄包，需要大的才好吃。蟹黄包？对。我以为是豆腐包呢，有蟹黄吗？没有没有，里面放了蟹黄，里面黄黄的那些都是蟹黄，还有蟹子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是骗农村人的是不是？这里面是豆腐，你们看一下，我以为是蟹黄，那原来那个是辣椒。蟹黄。明明是辣椒。哎呀，
昨天晚上买了100斤螃蟹，回了剥壳，去拿肉，里面全是蟹黄。吹大牛。哎呀，你不相信就算了。吹大牛，吹大牛，走了走了，不跟你这是吹牛，一骗我，骗小孩儿你，你这人不厚道。明明包的豆腐包子，说蟹黄。你要去炸油条了吗，老妈？拜拜，称一下我现在有多重啊？我来看一下，哎，看不见，我看见90公斤，妈的，180。兵哥来，拜拜你来，拜拜。哎呀，那么空了呢？你来称一下多重？拜拜来，拜拜。我靠！我靠！这小三轮车还有音效啊！车载音响。哇！哇！高科技，洋气哦，高科技哦！我也哪里想的出来呀？他三轮车响。就完了，干就完了。爸妈好不容易倒出去，可以技术杠杠的。嗯，去吧去吧，走了吗？拜拜，再见。嗯，晚上见哦。哎，晚上见。吓了一跳。